十多年风雨历程，春华秋实，十多年风雨兼程，潜心孕育，我们千锤百炼，实践着被碾专家、行业标杆的发展理念。服务没有起点，满意没有终点。浙江东新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种纤维加碾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拥有先进的智能化钣金生产线、标准化的总装车间、高端无人化样板纱线工厂，形成了集钣金配件、纺织机械、纱线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公司通过 ISO 9002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成功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先进的管理理念、标准化的作业和智能化的生产线，为实现打造高效智能加碾设备的全球领跑者的企业愿景打下坚实的基础。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绍兴市技术中心、绍兴市诚信企业、绍兴市高新技术企业、四届嵊州市工业企业30优、历年当地十强企业，众多的殊荣见证了东兴纺机成长的跨越。光荣属于过去，梦想还在远方召唤。用心造就品质，品质只因经久历练，成功源于用心执着。质量是最好的营销，从钢材采购到钣金生产线，从定子加工到总装车间，从棉纱原材料到成品纱线，加上严格的生产工艺流程，使产品质量更有保障。公司主要产品有 DX268V 系列电定背定机、 DX268G 系列短纤被碾机、 DX268F、 DX321F 系列覆碾机、 DX321S 系列热定型、 DX231A 精密并纱机等。设备安装了在线监测系统，单定监控速度、碾度、产量、断纱自停、报表自动生成，结合智能化联网，可省人工60%以上，能耗降低30%，场地节约50%。面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东兴纺机以更坚实的步伐再一次行走在行业的前列。用心赢得未来，创新赢发展，创新赢市场。东兴纺机拥有一支专业的技术人才和有创新能力的研发团队，获得实用新型专利90项、发明专利2项，在审批过程中的发明专利1项，2018年获得2项软助退税。智能时代变化万千，技术创新是发展的先决保证。用诚携手同行，天道酬勤，人道酬诚。东兴纺机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供应链管理思想，实行全过程全价值供应链管理模式。汇川科技、亨达电机、康利科技、和华电器、柯达传动、九鸿轴承、华雄机械等已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秉承客户第一的核心价值观，建立以客户为首的运行机制，与山东鲁泰、大红马、高氏线业、顺源纺织、大洋纺织、广州恒鑫、东联线业、奥兴纺塑、锦源纺织、玉龙祥纺织等建立起牢固的客户关系。从管理架构、经营团队、设备开发到售后服务，都与客户保持全方位无缝的连接，真正做到长期共赢、共享繁荣。用勤开创新章，憧憬未来，志存高远。
扬帆起航，宏图绘就。十多年的沉淀，浙江东兴已经完成了产品、技术、研发、人才的积累。我们将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大潮中激流勇进。我们蓄势待发，我们开拓进取，我们在建设百年企业的征程上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行。大鹏已展翅，当搏击长空。